桃园县长任内出席公开活动，经常可以看到机要秘书邹德道的身影在一旁顾前顾后。但他2013年收受黄姓友人赠送一台 BMW 以及100万元现金，检警调查发现他涉嫌协助4名投资客，把三家农地变更为人美产业园区，谋取暴利。地方法院一审依照贪污罪将他判刑了7年半，二审到了台湾高等法院，法官以邹德道无犯罪记录，一时经不起诱惑，改依以不违背职务受贿罪判刑2年，给予缓刑5年，支付国库100万元，全案还可以再上诉。只是这样的判决减刑幅度相当罕见，在法界引起了讨论。就有曾经担任检察官的律师指出，被告一审时否认犯行，等到被判刑7年半之后上诉高等法院，才缴回不法所得。这个举动和侦查中自白以及缴回犯罪所得的态度认定上不太一样。